感谢红包搞完太太，红包里面加几字，红包里面有更超几百块，里面又加一条纸，这条纸是新北市棒球区低收入户证明书，红包里面写几字，他写说请罗委员维护中社第二国家的主权社会正义。大家想看看，一个中低收入户，我们的朋友又愿意关心给我们，明天又关心台湾的主权，台湾的社会公平和正义。但是更重要，他红包最后他的署名我看了，我让太太看了，把三楼门拿下来。明天下一期喜胜的计程车司机 西游记 的计程车司机，各位乡亲，咱台湾过去三冬有迈去糟蹋到这嘛，有愈来愈多人夜生活愈来愈艰苦。原来我当年残障津贴，即马竟然去用取消。原来我当开中低收入户证明的，竟然去用取消。台湾社会需要照顾的人愈来愈多，所以这届选举，我甲你下一个弯，咱棒球的奖的票非常非常的多。我去拜拜的时阵，我拢唔敢讲，拜托神明，我提出罗志强，即个要选棒球当区长，拜托你给我调，我唔敢讲这個，我拢讲，神明在上，提出罗志强，即个要参选咱棒球当区的立法委员，决心要来照顾台湾社会需要照顾的人。决心为新民做证，绝不为输。请新民做证，这是我一位主。我们希望大家共同来做证。我知影，如果新民啊，就是讲照顾台湾社会需要照顾的人，是我的责任，是我的义务，是我的使命的时，我一定会赢。咱一定会赢，你讲对不对？对，你讲对不对？对。